Okay, Chen, you can start now. Okay, great. Thank you.我想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 slides 已经共享了，但是非常这个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我们组织的 CMS 实验虚拟访问的活动。那我代表这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高能物理实验组来这个抛砖引玉做一个这个虚拟访问的这个开场白。 那首先呢，粒子物理或者说高能物理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试图回答一些深刻的问题。什么是组成这个宇宙的基本粒子或者这个宇宙的基本单元？然后这些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么样的？像上面这张图里面，我们大家可能在中学或者大学所学过这个世界的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然后呢，这个原子它的中间是原子核，外围是电子。 原子核又是由质子和氢子组成的，然后质子和氢子又主要是由我们发现质子和氢子又主要是由夸克来组成的，而电子呢又属于电子又是实际上属于一种氢子，那直至今日粒子物理呢，在实验上发现这个夸克和电子是无法再继续分割下去的，那单晶的粒子物理呢？ 我们的这个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夸克和氢子这个层面上。粒子物理呢，深化了人类对于我们这个自然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带来了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实际利益。好，那在这里显示，我们讲讲粒子物理的这个所谓标准模型。标准模型是粒子物理的基准理论。 它非常成功，目前还没有任何实验结果与标准模型的预言相矛盾。左边的这张这个图表上就显示的是标准模型里面所有的这个基本粒子，这个其实数量相当少。这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基本粒子，左上角是六种夸克，左下角是六种氢子，看到它分为三列。 实际上，我们称它为这个三代，三代不同的费米子。那我就以这个第一代的费米子为例，其中就是第一列上面有上夸克、下夸克、电子，还有电子松微子，这是我们的第一代费米子。非常类似的，我们有第二代和第三代费米子。那有了这些夸克和氢子之后呢，它们组成这个世界的物质，它们要感受到这个。 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呢，又需要这个玻色子来作为这个传播媒介。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强相互作用，它的传播媒介子是这的胞子。然后第二种相互作用是所谓电磁的相互作用，它的媒介子是这的光子。然后第三种标准模型中的这个相互作用是所谓弱相互作用。 它的媒介子是 Z 玻色子和 W 玻色子在这一列的最后两个。好的，那这些左边这四列的粒子中呢，大部分都有质量，超过一半都有质量。那在标准模型中呢，希格斯机制就赋予这些基本粒子，我们需要希格斯机制来解释赋予这些个粒子质量，并且呢，希格斯机制会预言一个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就是第五列这个黄色的。 标识，标准模型相当成功，这个表上所有的基本粒子都被发现了，并且呢，目前实验结果和理论的计算，基本上是没有矛盾。
但是呢，标准模型并不完美，比如说它无法解释暗物质，无法解释引力这些我们比较确定的相对确定的这个现象。另外呢，标准模型它统一了这个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但是无法再统一强相互作用，这给很多这个追求完美的理论学家们带来一些困扰。那我们再来讲讲这个实验方面，这个粒子对撞机是我们这个粒子物理常用的这个实验手段。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C 就是进行高能粒子的对撞，包括质子铅核和铅核铅核的对撞。LC 它位于一个周长27公里、地下约100米的环形隧道。它是当今世界上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也是规模最大的科学装置。然后呢，在这个 LC 上面，我们加速这个高能粒子到接近光速，然后在几个固定的对撞点进行对撞。然后我们 LC 上面呢有这个 ATLAS、CMS、LCB 和 ALICE 这4个探测器，他们在对撞点研究对撞产物，从而理解基本粒子和基本相互作用。那这张图上这个黄色的圆圈呢，就是这个 LC 它的环形轨道的示意图。看到它其实一半在瑞士境内，一半在法国境内。另外呢，这上面有标注的是一个四个对撞点，四个这个对撞实验，分别是 ATLAS 探测器、CMS 探测器，还有 LCB 探测器和 ALICE 探测器，然后这四个探测器就常常进行数据收集，并且得到这个物理结果。那在远方是这个阿尔卑斯山脉。好，那再简要的讲讲这个 CMS 探测器。CMS 探测器是一个大规模多功能的探测器，它大致呈这个圆柱形，它的长度是21.6米，然后这个圆柱形的高度是15米，它由这个若干探测器组成，其中这个进气探测器在最里面，tracker，它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带电粒子的经济。然后经济外面经经济探测器之外呢，是量能器，在这个地方分为这个 eCall 和 hCall。所谓 eCall 是这个电磁量能器，和 hCall 是这个重子量能器。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来这个测量粒子的质量粒子的能量。那再外围是这个所谓的 MUSE 探测器 （Muon System），比如说这一块和这一块，它是在最外层。它的主要目的是测量这个 MUSE 的晶体。然后呢，需要特别强调是这个 CMS 有一个3.8特斯拉的超强的磁铁，它的位它它是这个它在这个位置，它包裹着这个 tracker 和这个量能器。这些子探测器 CMS 可以重建对撞产生的光子、电子、μ 子和喷柱。这里头喷柱呢，其实指的是一个胶子或者一个夸克产生的一系列粒子。好，那有了这些探测器，我们 CMS 实验就产生了一系列物理结果。CMS 实验和 ALICE 实验呢，在2012年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他验证了这个 Peter Higgs 和 Francois Engler 的预言，他们被授予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呢，这个在这一年的诺贝尔奖中呢，像 CERN、ATLAS 和 CMS 都，他们的贡献都被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所这个突出。那右边这张图上就是当时的这个希格斯发现时候的 PLB 期刊的封面，那我们来讲讲这两张图。左边这张图呢，我们知道这个标准模型里头，希格斯可以衰变到2个光子，而 CMS 实验呢就恰恰可以重建光子，所以呢 CMS 实验就可以选择带有2个光子的势力，然后呢这个计算这两个光子的系统的这两个双光子系统的不变质量，并且把它画在这张图上。这张图的横轴就是这个双光子的不变质量，和纵轴是每个小区间的这个对撞时，每个这个不变质量区间的势力数。
不算这个黑点呢，就是 CMS 的实际数据。那么看到这个黑点构成的这一整个谱呢，在这个125 GB 的地方，相对于这个平滑的这个背景模型有一个凸起啊，在这个显微镜里头可以看得更清晰。这个凸起或者说这个峰就被认为是来自希格斯到双光子的贡献。那再来讲讲右下角这张图啊，它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希格斯除了到双光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筛变渠道。为了发现希格斯，科学家就用统计的方法整合了所有的这个筛变渠道。这张图呢就是这个统计整合之后的结果。但是在2012年，我们并不知道希格斯的质量是多少，所以呢，这个横轴就是假设的希格斯质量，那纵轴是所谓的 p-value， 指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数据中没有希格斯信号的概率。那我们看到在这张图上呢，在125 GB 附近没有希格斯信号的这个 p value 已经是小于10^8，那对应的这个信号显著度呢也就超过了5倍 sigma， 所以当时这个当时就大家就非常自信的就公布了这个新粒子的这个观测，新粒子的发现。那还想说一说这两张图呢，或者说这一系列这个希格斯发现结果呢，其实有很多这个中国籍的这个科学家参与做出的重要的贡献。好的，那讲完了希格斯的部分，那 CMS 实验的物理目标呢，还包括了检验标准模型和寻找新物理。到今年的前几个月，我们已经发表了1000多篇科学论文。这些而且呢，在2012年希格斯发现以后呢，希格斯玻色子也成为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如说在某些理论模型里头呢，这个希格斯可以衰变到两个暗物质粒子。那这个研究这种衰变模式就是一种寻找暗物质的方式。这个咱们北京大学的这个成员就在这个分在这个结果上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那再讲讲 CMS 中国组 ，CMS 实验国际合作由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家单位和3000余名科学家组成。1999年，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 CERN 和 CMS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目前 CMS 中国组成员包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CMS 中国组长期致力于高能对撞机上的标准模型检验、希格斯物理和超出标准模型寻找的研究，取得大量有开创性贡献的结果。那其中的北大 CMS 组呢，现在由6名老师、2名工程师、10名博士后以及30多名博士生组成，是 CMS 国际合作的中流砥柱。上面有6张照片，是北大 CMS 组现在的这个教师成员，分别是孟亚军老师、班勇老师、王大勇老师、李强老师、孙小虎老师，还有周晨，也就是本人。那我们在探测器研究建造，包括 RBC MUSE 组看板探测器，还有 GEM 微结构气体探测器，以及 MTD 超快视觉探测器的建造，以及希格斯粒子的探测和探寻和测量。多波色子物理、位物理及新物理方面呢，都做出很多重要并且独具特色的贡献。那北大呢，也大力参加 CB、BEST3 和 PANDAX 等其他高能物理实验。那今天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这些别的实验。好，那最后呢，来这个介绍一下这个 CMS 的虚拟访问 CMS 实验呢，力求营造全球化的国际氛围，推动基础物理前沿研究。本次虚拟访问为大家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主要是跟随直播镜头观察 CMS 探测器的实验装置，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并且看到这个实验组的工作环境。CMS 的专业人员2位分别是北京大学的钱思静教授和中科院高能所的王泽敏博士，将作为导游远程向我们介绍实验背后的物理和技术精髓，并且解答大家的疑问。谢
其中这个田思静教授是我们北大 CMS 组的老前辈，他虽然现在已经从这个教学岗位上退休，但依然这个活跃在科普和科学研究的这个第一线。那王哲敏同学呢，他是这个，他所以他近期呢是承担了很多这个探测器运行的任务，并且在这个 CMS 的控制室进行了很多值班，进行了很多承担了很多值班的任务。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老师和同学百忙之中来抽出时间作为导游，成为今天的主角，为大家来这个献上这个虚拟访问。好，最后谢谢大家。然后呢，CMS 实验虚拟访问马上就要开始，这里呢，我们鼓励大家这个提问，在这个活动中会有很多环节可以让大家问问题，大家可以不断思考这个，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那线上的这个 Zoom 上的同学，如果你们要问问题的话呢，可以使用 Zoom 下面这个 Q&A 或者叫做提问与回答这个功能，在里头把你们要问的问题这个写下来。好，那最后呢，这个我们也会鼓励大家留下感言，所以我们会之后会给这个现场同学发一些纸，然后呢，让大家这个留下这个感言，中英文俱可。那这些感言我们也会这个把你们的感言还有这个姓名发给这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这个 Outreach Team，然后这个留下这个历史的记录。好。那这个今天的这个开场抛砖引玉的开场白就是这样，主要是来这个介绍一些基础知识，为这个田老和这个王同学来这个打下一些这个准备一些这个最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这个介绍，然后那我们敬请期待这个活动的开始。You guys can talk. Go ahead, Susan. OK. 好的，钱老师和这个王同学，我这边已经停止共享，能是听可以见吗？开始。说话能听见吗？对，我可以听见。你先说。好的。那你们这边已经就绪了是吗？基本上就绪了。好的，那你们就随时开就始。开。好，欢迎大家来参观，从远程来参观 CMS。然后我有因为疫情的那个隔离，所以我有2年多没在这儿了。所以这个王同学他比我熟，这控制室的事情都比我熟悉的很多。所以主要很多将我就是跟着那个什么就是。摄像人员，完了给大家随时讲解，完了其他的很多事情都得麻烦王同学，坐。You can talk. OK，先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是王子炳，然后我也是来这边没多久，说实在也就来了2个月，然后也就来这边承担了一下这边值班的一些任务，然后。对，因为马上 Round 3取出就要开始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做很多准备，然后让我们探测器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来应对下面即将到来的取出。然后我的话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在读，然后第4年，然后目前主要工作也是做一些数据分析，然后来这边也参与了一些探测器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还有一些值班方面的工作。哎呦，行，随时你们要有什么问题，我们尽力去回答。那个，我这反正是在西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疫情，我这是2年多第一次到这个控制室，所以那个，有一些新的情况，我还得要向其他的同事来学习，然后。希望大家有那个解释不清的时候，随时问问题，我们争取尽快的随时想法找到答案。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钱老师和王泽斌同学。那我们大家就随时这个积极思考，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然后随时可以问问题。
那我们现在一个然后。OK， 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吧。现在目前我们是在那个整个 LEC 的 P5 对撞区，它其实一共整个 LEC 的话它大概有8个左右的对撞点，然后目前我们在的是 P5， 就是第五个对撞点，然后这个对撞点是我们 CMS 实验，也是 CMS 探测器所处的位置。然后目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CMS 探测器的一个中控室，然后对，然后探测器的话我们现在是在地表上，然后探测器的话就在我们脚底下大概100米深的一个隧道里。对，然后那现在的话钱老师就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准备下入到地底下，就是下入到地道里面去带大家详细参观一下我们整个 CMS 探测器的一个情况。对，像现在的话钱老师在佩戴头盔，因为地下就是会有很多施工现场啊什么的，就是需要做好一些防护准备，比方说戴好头盔，然后戴好那些安全鞋啊什么的，就是为了防止一些意外事故发生。对，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对，然后对，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控制室，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呢，就是在我们探测器运行的时候，对探测器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就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探测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然后就是我们需要各个子探测器来协调，保证一个协调，然后保证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行状态。OK，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可以看到钱老师那个视角的一个摄像头，就是他现在正打算带领大家下去隧道。对，他现在穿过去的就是我们那个控制室一个门，从这个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下地道的一个电梯那边。Sijin, you are muted. 钱老师听不见您声音。钱老师这边听不见您的声音。Sijin, could you please tell Noemi that you are muted? Show this. Yeah, 现在可以听见。Can you hear? Yeah, yeah. Okay, 我这个你到这儿来。这个是CMS 探测器的3D 三维模型，然后给抛开了。现在它以前呢，它有一些那个旋钮按钮可以显示不同的探测器的位置和那个功能，但是现在有 there no button， no there no light。 Oh here okay 这个里头这个 CMS 探测器有几十万上百万零件，但是呢有可以分成几大块儿。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一块呢，非常重要的一块呢是那个 solenoid magnets。 This OK? This magnets。 这个磁铁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目的呢是磁铁和中间那个井基探测器和中间这个井基探测器呢，他们两个合起来呢，可以测量带电粒子的那个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在磁场里边呢，带电粒子呢就开始转弯，
要如果没有磁场呢，所有的带电粒子，所有的粒子不管带电不带电都是直线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磁场弄开以后呢，磁场是这个方向，然后带电粒子呢就绕着这个磁场呢就转一大圈。如果我们能量这个大圈的半径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大圈的半径和那个带电粒子的速度有关。那个速度大它就绕的圈大，速度小就绕圈小。所以通过测量这个半径呢，我们就能知道带电粒子的数据。但是那个对撞以后呢，产生很多很多对撞以后产生很多很多数据，很多很多碎片。那个碎片里头有一半是带电的，一半不带电。一半不带电呢，然后呢不带电呢，那个这个它就没有这个大圈，所以呢我们就得用中间的量能器，这量能器 the calorimeter 量能器呢去测量电子光子和各种夸克和那个其他的胶子的强子的能量。但是呢然后这个 90% 以上的碎片粒子呢都在这个这个磁场里边，它出不去，因为这个圈呢就那什么，只有10%的那个，不是，就是很少的，不到10%，可能5%的粒子呢真正能穿出去，那都是谬妄。谬妄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那个有兴趣的或者什么的那个物理新粒子啊，什么那个还有其中物理现象呢，都是跟谬妄有关所以呢我们不愿意丢失任何谬妄，所以呢谬子，所以我们建造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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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谬子，都是在这个磁场外边的，这些都是谬子探测器。谬子探测器的面积加起来，各层加起来大概等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反正是很大很大，就是目的就是不想丢掉任何谬妄然后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呢，比如黑克斯玻色子的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一个衰变道呢，就是一个黑克斯玻色子就是衰变成四个谬妄。所以呢我们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比如一个玻色子衰变成两个光子啊，类似这样的。But 那个但是那个muon channel 是非常 significant 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这个 muon chamber CMS 三个字母， C 是就是 compact 的意思，就是 CMS 比较小但是很重，它比 Atlas 小好几倍，但是它比Atlas 重两倍，小而重用英文呢就变成叫做紧凑那个 compact。然后第二个字母 M 就意思就是谬妄，谬妄呢就是因为我们强调去测量谬妄尽量的准确和尽量的完整solenoid solenoid 是就表示它是一个最大的超导，这是超导的那个还是超导的磁铁，超导磁铁呢还是用很多很多吨的，不是很多很多的液氮液氦把它要冷却到-271度所以呢这是三个 CM 三个字母都能在这儿显示出来。今天那个他要是如果有那个这儿有 button 平常要是有那个有那个有电的时候，就是正常参观的时候呢，这些 button 控制它能把不同的显示出来同时呢它能把告诉你这个轨迹怎么走但是现在它的电源没插上行，那我现在我回答问题吗还是你回的那个王同学你帮着回答，我们就接着往下走了。I cannot hear anything. 可以先看看北京那边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让钱老师来回答一下，就是有什么？They are ask the question.
I don't see any questions. 室内现在这个条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暂时没有问题。好，那钱老师您可以继续往下走。So Jin, can you talk? Hello. Yeah, yeah, we hear you. Yeah. Okay. Yeah. So I show a little bit of this. Okay. Jin, you can hear? 喂。这就是那个横截面，那个探测器横截面。我能进去吗 ？No。OK， 这个最大的这个是那个磁铁，最大的磁铁，四个泰斯拉那个非常强的，然后呢中间最里边这个黄色的这是警机探测器，这个磁铁加警机探测器是为了测量带电粒子的速度，然后呢那个能量呢中性粒子和带电粒子的能量是由中间这个蓝的这部分是两种量能器，但是90%以上的粒子都会圈在这里头都出不去，只有缪昂可以，这个红的这部分都是缪昂探测器，缪昂不很多，只占5%、10%或者很少，在对撞以后，其实 CMS 威尔那个大型强子对撞机是每小时24小时转，每秒钟要撞几千万上亿次，完了那个在这个大部分的那个对撞产生的都不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叫做背景是辐射，有意思的那个事例呢比较很少，所以呢我们不想 lose 任何有意思的，所以我们造了很多缪子探测器。MUSE 探测器，我们不想丢掉任何缪网，不管是什么样的缪网，我们都给它抓住。所以呢 ，CMS 的第二个字母缪网就是强调 CMS 就强调这个要我们要就是测量和捕捉缪网as much as 就是尽量探测和测量缪网。OK， 我完了。我们接着往前走。钱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说。像这个，我知道 Atlas 的这个磁铁是在这个量能器和 tracker 中间，那 CMS 把磁铁放在量能器外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有这样一个区别和这个设想？这个各个探测器，我估计是有不同的 philosophy， 你放在外头和里边原则上你放在外头和里头都一样，但是可能重建的和测量的方法和算法可能就不太一样，根据你的那个空间啊，还有其他的，你比如中国不是就是 CMS 用的是电磁量能器是那个谁是那个晶体呢就比较紧凑，就可以做的比较小，你如果要阿德勒斯那局比较大，他用其他的方法来测量能量，它比较大，它就塞不到里边去，所以它就放在外头。我估计是这么个意思。好的，谢谢熊老师。行，好，这边还有几个，这个是那个就是大的那个超导磁铁，超导螺旋磁铁的横过来，这个是。这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螺旋管磁铁啊？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螺旋管磁铁，人可以站在里面。这个磁铁呢是由很多超导线是扁平的，中间是超导材料，外边是铝这样那个就是很多就是这差不多，你要给它竖起来横起来就这样。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超导螺旋管磁铁，从个头上来说是最大的，但是它不是最强的。你可以在其他实验室里可以把这个场强弄得非常非常强，但是
个头没有那么大。行吧，现在我们接着往前走啊。喂。好的。好，我们往前走啊，那我们就下楼了啊。我简单说这个吧，啊，够。现在我进去这儿的安全措施非常严格，我要人要检查我的眼睛的那个什么眼睛要跟那个什么对上，我们那门才开。行，我进来了，我进来了。我按 which one？ 哦，这儿有一个表来那个显示这个电梯，地下有三层，负一、负二、负三。We go to which one？ Minus one。哦，行，我们先到负一，然后再顺着楼梯走到负二。We go to minus three or not？哦呀，哎呦，你待会儿会看到最底下是96.7 I remember right， 最低的是96.7米啊，就是最低一层。这是电梯里边，好的 ，we lost them。现在陈老师进入电梯，然后下到地下，然后电梯里面信号不太好，就是现在由我这边来接着给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刚刚大家在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钱老师在进那个门的时候，他是要转过身来对准那个一个摄像头，然后对那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生物识别的一个机器吧，就是能够核实你进入者的一个身份，所以说这个下到地底下还是就是它会有比较严格的一些程序，然后就是对就是要通过层层审核啊什么的那些东西，然后在进那个门之前的话，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钱老师拿了一个那个蓝色的一个小卡片，类似于那种，对，那个的话是一个叫那就是辐射计量器，相当于是一个简易的辐射计量器，因为我们知道探测器在下面运行的话会产生很高的一些辐射，然后为了保护我们工作人员 ，OK， 现在钱老师已经进去了，可以让钱老师接着讲。好的。OK，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立体模型，关于下边两个隧道，下边有两个隧道，那个这是 detector， 两个大厅，叫underground cavern， 怎么翻译英文？就是地下大厅，这个一个大厅是装探测器，另一个大厅那边呢叫做service cavern， 就是里边装着各种电。电脑啊和各种电子仪器，这是刚才我们电梯下来了有两个大直筒100米长的通到地面，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那边，待会儿我们要通过那边走转到这里面。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这儿，然后到时候我们要穿过这个，然后呢，穿过那个，从这儿到那个探测器大厅，那个CMS 探测器是给分成多少块，反正是同步有五个大环，那个每个端部呢有三个片，总共有那么11个大的单元，每个单元有上千吨重，然后待会儿你们会看到这个大块实际上还要经常能合起来分解合分，不是经常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检修着要分开，我们怎么能把这些大几千吨的大块挪来挪去，这待会儿现场你就能看到。这边呢探测器呢可以，那个溯流呢大新疆对撞机溯流一管往这边过来，另一个是往那边过来，然后对撞是在中间。大型降速对撞机呢是由8000多根磁铁，有大有小的，最长的这个是15米长，叫做二级磁铁，是最重要的，有1200多根那个大型这个大磁铁，完了连起来，其中还有600多根小的，叫做四级磁铁，是为了那个为了聚焦用，所以呢这个这它就是一根连起来，连绕着一共8000根绕一个27公里长的隧道。那咱们现在往那边去，往那个里面去。We go, go over there。陈老师有个问题可以回答。你说。They ask a question. Sorry, caution. 你说说。就是我们看这个模型，它是怎么说，就是两边，一边是我们的一个仪器，一边是我们的一个计算机机组吧。我看到它是用的是一个回形的进行一个连接，而不是直接说我一个直通的一个过程，是因为我们辐射防护屏蔽达不到这个要求吗？我没太懂问题，那个谁能再重复一遍的那个王同学，你能再讲把他的问题重复一下吗？要不您再慢慢说一遍。我没太懂。哎，老师，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模型，不是在就是它是一个 U 型的一个结构吗？然后 U 型的。对对，一边是。你说的是这个大厅是 U 型结构啊，是这个吗？对，然后在您的右手边是我们的一个探测器，然后左边是它的一个计算机的一个就是机房的设备吧。然后它这个就 U 型结构，它为什么就是不设置它是一个就两个是一个直接相连通的一个过程的？就中间是因为它的辐射屏蔽对，就是为了辐射，中间那全是。那个水泥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它有辐射，同时那个磁场也非常强，有4个特斯拉的比地球磁场强几万倍，反正这些都对很多设备有影响，所以它给它挪得很远。哦，对吧？好的，谢谢老师。行，那我们接着往下走。We go, go down. 现在我们到下边一层。哦，刚才那个摄影的那个给你们看了我们怎么从这儿可以往上看，现在是我们可以看到顶上呀，那是口100米以上，现在这是大隧道大那个竖井的一个那什么，旁边就是电梯一个电梯那个水泥柱子都是电梯，里面都是电梯。哦，行。
few seconds show this. 这些就是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图片啊，你看那个本来这儿没有，后来挖了很多一个大的那个竖井，然后那个大地下大厅，这个是在那个大的磁铁，中国就是我说那个磁铁的外边那个，我们冥王探测器都在这红色里边，就是那个是磁铁，那个是最大的磁铁，那个冥王探测器都建造在那个红色的那个那些结构里边，那个是很重，都是钢，都是铁，所以呢 ，CMS 虽然比 ATLAS 的个头小几倍呢，但是比 ATLAS 重一倍。然后，待会儿咱们回来再说 ，OK。这些都是跟那个探测器有关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为什么要主要？其中有一个叫做 trigger system， 有很多光纤啊什么？为什么呢？因为CMS 在我说了，LC 对撞是每秒钟上千万上亿次，但是绝大部分99%以上都是没多大意思的，那个示例，就我们叫做叫做背景示例，它没有太多的新物理，都是老物理，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呢，怎么能把这个几千万每秒钟几千万上亿的示例里头挑出那个真正有意思的，就得一级一级筛选，CMS 用两级筛选。一级呢是用那个硬件，然后呢那个很快的比较粗糙的筛一遍，然后呢再把它挪到第二级是硬件再加上很多软件，最后呢把它几千万上亿次呢最后筛选成大概是几个 K 吧，那个最后传输到那个存储设施呢去那个。然后大家用它来分析，其他的很多都是从这里都给筛掉了，叫做 trigger system， 那些就那个什么 ，OK trigger， 我参加其他的那个 guide 的时候，other guide， I have a。Muted， 江老师，我们这边听不见你了。下边这是。去那个 detector 地下大厅的最后一道通道，这里头有两个门，这个门是通到LC 大型相对对撞机的隧道里边，但是它永远是那个关着，只有在有授权的人和有资质的人才可以从这儿走，其他人必须得走那边。这儿有一个大的图，这是 LC 隧道的图。通隧道图，通常这个要有实际的参观的时候呢，一般参观人喜欢在这儿去照各种姿势，然后呢，这就是因为这是10:1的那个图，所以我站在这儿就跟那个站在真的大型相对对撞机的那个隧道里面差不多。这是专门照相用的。
这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内部一根一根磁铁，每根磁铁里头有两个输流管，一个输流管去导着那个一束质子这个方向，另外相反方向，这些9000根磁铁都连着，那些输流管也连着，但是这个两个输流管永远平行，沿着这个27公里长永远平行，从来不交叉，只有 only at four except 在四个点儿，一二三四大的圈，一二三四个点上，两个速流交叉，然后对撞，沿着围绕这四个对撞点，我们建造了四个非常大的探测器。OK， 这个是两个速流管，然后这个是磁铁，外边都是冷却。所有的9000个磁铁里头都要领9000根磁铁内部都要冷却到-271度，用几百吨的液氮和液氦，使得这个大的装置不仅是个头最大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冷却系统。OK， 现在我们，go this。Because in the past, I remember there. OK, 我们再走一次。It's not open. Oh. Oxygen, you can go to the other side as well. Okay. You are free to move in UXC. Good.好，我们现在在这个真正的实验大厅里边看到真实的那个探测器，中间那边那个，这看得见吗？这个圈是那个磁铁，世界上最大的超导螺旋管磁铁那个，然后呢右边是那个叫筒部，五个筒部的环儿，左边呢是三个，左边是三个端盖的片儿，中间有一大鼻子要穿到里边去。我们北京大学的贡献是在这个铜色的这个呢是叫做 CSC。是高能所做，大部分都是在高能所做的。我们北京大学的那个RBC 呢，是在这个那个背它的后边第一很薄的一层，这么四五个厘米的那么一层一片，不过很重要的一个设施，专门是捕捉那些有意思的事例，而删除那些没意思的事例。这是北京大学的贡献。那个你们很可能这个我刚才说了，CMS 是被分成11大块，
同步有五个环儿，大环儿，一个大环儿就这样。端木盖有三个片儿，这十一大块呢，每个都重上千吨。但是时常经常呢，我们在我们在检修啊，或者是安装新东西啊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给分开。然后呢，很多人就好奇这几千吨的东西怎么来挪来挪去的啊？怎么分开又合上，分开又合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用了一种技术呢，叫做跟那个海上那个叫气垫船一样的技术。气垫船，气垫船是什么？就是那个船不是在水里走，而是在这个水上飘着，用那个压缩空气往下吹，然后那个船呢就浮起来了，浮起来，然后它可以走得比平常的还快。所以我们用技术呢，就是那个orange。你看橘色的，橘色那个装置，还有那边那个橘色的装置，那橘色的装置呢，就是每个大部件下边都有这个橘色的东西。这个橘色的东西呢，实际上是用这个非常强的压缩空气往下吹。吹呢是整个这个整个大器件呢就抬高了几个毫米，大概是不到一个厘米，很少很小一部分。但是抬起来以后呢，它就没有阻力了。然后呢，我们就顺着就用两边就用那个大的绳索，用那个什么就给它拉来拉去，拉来拉去。所以这个用这个方式呢，来把那个这些大部件合起来，分开，合起来，分开。嗯。OK，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问题吗？我想问一个问题，钱老师，那个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啊？为什么不直接安一个导轨？导轨是可能它有导轨。Do we have a track along that？ 这个是不是就导轨？它是不是对那个导轨也要求非常高啊？这个呢，它不，导轨只能走一个方向啊啊，导轨只能走一个方向，而用这个方式呢，它可以二维的，说不准是这么意思呢。They ask question why we use this technology not use one track。They ask question. So 我猜测啊，是因为导轨只有一个方向啊，一维的，那而这个呢，它比较灵活，它可能能走二维的，说不准是这个原因。好，谢谢钱老师。钱老师，现在这个探测器的状态是在等于是这一次是在打开的状态，对吧？是并不是在打开的状态。很快就要合上了，因为那个第三次数据运行，大规模的数据运行大概明年春天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一开始是各个子系统要进行检测，然后呢那个最后在什么之后呢，要把所有都合起来，然后有一个叫联调。联调检测，让看各个系统能不能同时互相配合的好啊什么之类的。现在还在中间有一个beam pipe， 就是 beam pipe。哦，这中间那个是 beam pipe， 就是someone coming。那个 beam pipe 就是。溯流那个质子溯流就是从那儿走，你看它不很大，大概只有what's the diameter？ 10 centimeter。十几个厘米的溯流管，用一种特殊的金属叫做可能是叫皮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是特殊的金属做的那个，有特殊的要求。行了，还有问题吗？
我们往别的地方走走，说不准我们能走到下边去呢。OK。这是 CMSU 两端，这边是第二端。我们现在走到最下边。没事。Continue. No.这是另外一端啊，已经把那个合上了，就是说你只能看着最外边这个大片儿，然后这儿你能看见下边那个橘色的那些那个压缩空气的气垫船装置。这儿有各种各样的电子学设备啊什么的，这个这里头用到的那个各种电缆大概有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cable is a few hundred kilometers, I think. 对，有几百公里的电缆，各种各样的。这我们下边一层。刚才那低了一层，这儿可以看到往上，可以往上看到大的那个磁铁，大的磁铁 ，nose， 塑料管，然后那个橘色的那个气垫船装置，然后。We go somewhere. 我 basically finish all the explanation. If you Sijin, I would propose to go down on X1, and on the feet, Noemi usually has these paper clips play that we could show. Oh, paper clip, the magnets. Yes, exactly. Oh.He said that we cannot go to the floor, the Naomi said. Too busy. But they still have a magnetic field remaining or? No, it's not. Oh, no. Then we can go anywhere to tear. We said it is normally, if we go back that floor, I can show them. I said if magnetic on, it will go.But now there are no magnets. There is no magnet. Right. The problem is that we cannot. Oh, right. 陈老师，在你们这个移动之前，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在这个 Zoom 下面啊，您现在方便回答一下吗？哎，说吧。有个观众问这个。I go with you. Is the whole system in a dust-proof environment?就是这个系统是否在一个防尘的环境里？什么环境里面？这个 dust proof， 这个防尘。哦，防尘啊，那当然了，这个它那个弄得很干净，但是没有到那种做半导体啊、做芯片那么高的。反正这么大的空间啊，它当然不希望有很多尘土了，但是。它需要比较干净，但是没有
那个干净程度没有到那个芯片和半导体设备那么高。嗯，好，谢谢全老师。但是溯流管那个溯流管里面要抽非常高的真空，大概是比月球的那个气压还要低，所以那里头也要弄得非常干净。溯流管里面 ，We go somewhere？ 哎，钱老师，我有个疑问，就是他们一般检修的话是主要检修。钱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说。主要检修哪些？是他吗？对。啊，钱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一般如果检修的话，这个检修 CMS 它是主要检修哪些部分，然后是用什么方法进行一个检修？哦，检修非常复杂，因为它有我跟你说有上百万个近百万个零部件，这个零部件分成几大块，每大块都要有它自己的检修程序啊，检修那什么。你比如哪块电子模块坏了，它得换，或者是哪儿漏气了就得补，类似这样的事儿。反正各个子探测器有它自己的程序，就是所以它要给分开，把它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十一大块给有时候运行的时候合上，检修的时候分开以后呢，各个单位的各个部件的工作人员就要去检查各个部位，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那个部件有没有需要修理的啊。那现在就有人在干活了，你现在有人干活了。好的，谢谢老师。嗯，对，那个红的那个地方啊，这儿对，红的这个地方，这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这个机器可以拉着这个几大块十一大块往这边拉和往那边拉，两边一边有一个啊，这个所以它就是这个呢，它上有 cable， 它就是这边有一个这个机器，那边有。对面有一机器，然后两个就可以拉来拉去的，就把那个每这十一大块上千吨的一个大组件能给挪来挪去的。OK，we go somewhere. Show them quicker click. OK 这是另外一边的那个 cable 就是红色的，往这边了，刚才那是往那边了。哦，上面是这，我看不到，没法。上面是黄的，那是天车，它那个几个大天车呢，可以挪来挪去，有的东西要吊起来，因为这个，这个大件呢是大件，用刚才那方法只能提升几个毫米，提升距离，要用更大的。那活动空间呢，就得用那黄面上面那黄的天车啊。这边这个是一个大的筒子，往上看，这是大的那个特大的二十几米的大的那个竖井，大的竖井。这看不见，这是能看吗？不行，大的竖井，行，看了。
现在我们到了最下边一层。我给你弄。现在这点还有点那个什么磁，哎，对了，这还有点那个它的剩余磁场。你看我这个这个回形针，回形针它就能给它也 这现在没有。哦，挺好。这是剩余磁场，真正那个要那个磁场开起来以后呢，那个呀，要是磁场开起来以后，在离另外一个地下横的竖横井的那个地方有七八米的那个以外呢，也能看着它这个回形针，就是。回形针可以跟着一块儿走，我弯。对，现在是都是剩余的，现在没有真正开。哎，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哎，呀，这表示这儿的磁场非常强，而且这是剩余磁场，就是没有。真正通电，没有充电，剩余的就是这样的。啊，行，好，谢谢。哎，钱老师，我听说这个 CMS 开启的时候，如果通过这个通电的时候，整个探测器某些部分会往上浮个这个几个厘米，是这个是？是真实的吗？还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它没那么多，可能是有一定的位移，非常小的，我估计，因为它不管有没有位移，反正它在测量的时候都得把这个移的多少都得准确的，因为这个哦，我刚才说了，这个探测器非常大啊，15米高，那个20多米长。非常大，还非常重，但是呢，在中，特别是在中间那个井基探测器围绕那个输流管的地方，它的那个 accuracy 就是要它的那个精确度要精准度要到的微米的量级或者十微米的量级，所以非常大的一个器件又要中间做的非常非常精确，所以任何位移它都要精确的测量，同时在这个各种数据上要进行补偿。好的，谢谢秦老师。哦。Go up。北京那边可以看看现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秦老师提问一下。Hello。Zoom 上面有个问题，这个询问老师，为什么探测器在充电后，探测器会？成一个位移呢？你再说一遍是？等会儿啊，我现在出门。为什么探测器在充电后，探测器会产生一个位移呢？等会儿啊，那个能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可以。哦，那个位移是我估计是那个磁场啊非常强。4个 Tesla 的磁场，我这儿我现在这个地方离那个磁场有
有几个，这是一三维的那什么，离那个磁场有七八米了可能啊。但是呢，我如果刚才拿那个回形针的那个。那什么，在这儿仍然可以什么，它的那个力气非常，这个力气非常强，磁力，那磁力呢，你要是那个各种结构弄得不是特别紧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很小的，我估计是很小的那位移，不是很大的。如果有任何位移，我们必须得用，都是他们测量这边底下的测量都是那个什么。Do we have to say this? Oh, okay. 这个是讲这个质子是从哪儿来的啊，质子加速器不是，就是那个大型相对论机以后 90% 的时间都是质子对撞，质子对撞都是用这个氢气，氢气实际上这是都是 symbolic， 就是形象性的，真正的用量CERN 那么大一个计算机，24小时不停的转，转那么好几百天的那个，总共用量的那个一年的用量才几个微克啊，所以呢，实际上它，但是为了显示这个时候，他说这个氢气通罐通这儿，然后那个给它把那个电子给包了，完了质子开始转，质子呢，从经过第一级好几级。经过第一级直线加速器，然后一二三四，每个环形加速器都要转那么个一两个钟头，反正是从一开始零速度到最后达到99.9%，这儿呢99.99999969那么多的光速，要经过若干个小时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所以这个是要经过。这么四级的环形那个加速，一级直线加速，每次每个最后达到的能量标准最后是七个 TeV，T 就是 trillion 是10^12 ，G 是9次方 ，M 是6次方。说这些基本的数据，总共长度将近27公里，然后所有的那个那个谁那个9000根磁铁呢？一共是9500多根磁铁，所有的磁铁都要冷却到-271度，然后产生的最高的磁场强度是8个泰斯拉，然后是它是实际上不是一个速流一个质子状，而是两个包质子包状，而且不只是一个包，而是。多少包？2800个包，2800个包朝一个方，2800个包朝另一个方向。然后那个每个包和每个包之间的距离是大概是7米，然后是不停的撞，用每秒钟质子将以这个速度光速绕着这个大型相对论机绕11000圈，所以这个不停的撞呢，产生了大量的 huge 这个海量的数据。这海量数据里头真正有意思的那物理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在大量的海量的废物之中找出那么几个有意思的物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行了，这儿说每秒钟要转11000圈，嗯，差不多时间该回去了啊。 It's time to go backYeah, it's 2 minutes. Now we're going to go back.这边没什么。Thank you. Go ahead. 现在你们快听不见了，到了电梯里边。
Hello, thank you. 好，是负二，负二是八十八笔。哟，现在 go down。最低是九十七米。No more. We pushed.徐老师，你是经营专。这个是整个地图，CMS 有四十几个国家，然后各个国家的时间都列在那儿啊、不同的那儿。中国是在这儿。中国你们那边现在是十二点吗？这不对，这个钟有点错，呵呵，这个钟错了。你们那边现在是晚上，晚上七点，晚上六点了。这个钟不太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边是一部分那个合作者 CMS member， 你可以找到你们俩这个 Zostan Naomi， 我是在这儿。这是我，啊、哦，行了。我们现在回到控制室。Okay, we finished. You. 对，之后有展示控制室的环节吗？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这个同学可能要去未来要去控制室值班什么的。我这儿听着呢。No, this is not okay. You have to use the other one. Yeah.If there are any questions, 对，我想问之后有这个展示控制室这样一个环节吗？嗯，您说吧，这儿有专家。那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控制室吧，就是
刚刚钱老师带大家下去看了，就是我们这个探测器的话，它有很多不同的子探测器，比方说井级探测器啊、量能器啊，还有 MUSE 探测器啊。然后我们针对每一个探测器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组来做这个探测器的项目，包括它的一些维护啊，然后它的一些运行的一些监控啊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在每个探测器这个之上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就是一个中控室，就是协调各个子探测器它在整个探测器中的这么一个运行状况。然后就比方说我们这个位置的话，一般情况下这边我们会有几个协调人，一般就比方说会有一个总的一个我们叫 run coordinator， 就是说他是一个负责整个探测器运行协调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在他下面的话，他会领导一些，比方说有一些DCS coordinator， 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探测器控制系统，它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总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协调人，还会有一些比方说探测器数据获取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协调人，还有一些探测器数据监控的这么一些协调人。然后就这样层层分下来，就是我们会细分到每个子探测器就是包括它的一些维护啊、运行啊什么什么的。对，然后对，然后你看钱老师还有什么一些没什么，那个各个子探测器那些人不光是这个监控它，它很多人都是从一开始建造就开始，所以他们知道各个探测器的非常细节，所以那个他们负责从头到尾实际上一个子探测器。然后子探测器自己每次检测什么之类的有自己一套程序，在那之外现在之后完了各个探测器还有一个联调，就是说我不能光自己干自己的，我还得同时和别的探测器能同步协调啊，反正是怎么有各种各样的协作。所以这个整个探合作组呢是3000多人、3000-4000人几百个单位，那个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吧，就是说和一个什么你必须得有这种训练的能跟别人合作，不能一天到晚。当然这里都有争执有讨论，但是大家都是互相尊重。